学生们的国民身份证也能够在学校轻松办理了。新兴区户政事务所为了让国中的学子能够快速的办理证件，将行动服务直接移到校园内，让便民服务再升级。新兴户政事务所因为涵盖前进区的户政事务所两个区，我们都是分两梯次到这个两个区去办理到校的一个国民身份证的出领证，可以节省他们很多时间，那把多余的时间拿来准备在课业。前进户政事务所日前已与新兴户政事务所合并，而透过这样的行动户政服务，也让学生们纷纷表示，免去自行前往申请的繁复流程，真的超方便。我们会考需要用到这种证件嘛，办这种活动就很方便，就不用自己去外面这样办。现在这个国中生啊，我们已经那个长大了嘛，我们长大了，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拿那个身份证了。户政事务所来那个学校办理，让我们觉得很方便。经过人员到校收取资料，再到户政事务所办理，只要三天的时间就能让学生们领取到热腾腾的国民身份证。新兴户政事务所主任也进一步提到，接下来还会到新兴区的校园内办理，持续提供贴心便民的服务。记者张世明、潘文玉高雄报道。